期应该是没有带啊，就是现在找团批应该不太合适。那丽娜在继位的这个能看到浮点的这个地方插了一个眼睛。丽娜这个蓝领当的还是很不错的。看近卫的野区里啊，他都放了眼睛了，这个压迫力是很大。哦，我们看船长的狂战斧已经合出来了，没有鞋子啊，现在。裸狂战，对，但是速度是很快的。哦，这的确，这观众还是反映这个直播有些卡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就先这样打完吧。稍晚一些，我们会给大家放出这个录像，大家可以看录像。我们也尽量多讲一点啊，让大家听一下。船长有了这个狂战以后，攻击力真的非常可怕，嗯，尤其是他那个水出来的时候。你看猛犸也是啊，也是要和狂战啊。上路这个塔，哦，小岩并没有反补到。现在丽娜已经是九级了。刺客现在身上有两把欢心之刃，离三十也不是很远了。我看一下隐刺身还有多少钱，还有200多，还是有一定的距离，可能还得个5分钟吧。嗯，我看丽娜也是很飘逸的选择了出了一个智力挂件啊，没有出那个护腕。这河道有一个加速符，哦，就是我刚想说，怎么隐刺看了一下没有吃啊？原来是留给这个有瓶子的水人儿。水人至少拿了4-5个符了，我感觉他一直在装符。对，有瓶子就是要控符嘛。那天灾是一直聚集在潮汐周围啊，看来是一定要打团批。也是想就是打一个团战一波，然后将中间这个塔拿下来。嗯，水人现在是700块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向中路聚集。丽娜是1200块，你看会不会发生团战？丽娜也是杀二死二助攻二。我们看到这个眼睛的视野这个变小的，对隐刺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。全阳前可以试着买粉。哦，迷惑过来还想这样盲撒一下网。我们看应该是要团批了，中路要准备团批，但是中路的塔血量实在是很多啊，这个可能也不是完全为了这个塔而来。铁子先上来一下，丢了小人一个水，先收大，直接一个大，哎呀，看来他们真的很照顾小人。船长一个大船乌洛克的地狱火砸下，哦，这边死了两个人。天灾死了两个，我们看猛犸是没有蓝啊，冲过来这是要干什么？但是他们人多啊，丽娜也是要死 ，triple kill， 三杀 triple kill， 对，是猛犸 triple kill 了。啊？难道猛犸刚才在哪里放了大吗？没有看到。对，他们刚才就是三个大，基本上是一二三这样连起来的。嗯。我看来是天灾的这个塔要率先破掉了。嗯。看谁补到的，哦，是毒补到的，船长。
经过一番团战之后，这个精锐稍微把优势扳回来了一些。好，那我先来保存一下。我看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中路看一下中路还会不会打？嗯，应该是，应该不是了。水人加速了，看他要干嘛？他不要加速送死的。他变了一下颜色，回头跑掉了。我们先 save 一下，那应该是不会有，暂时不会有那个。团战，我非常英勇的帮助大家团灭了。对啊，大家把仇恨都集中在你身上。我看看那个潮汐对我有意思。可能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水生物吧。两栖生物嘛。对，这个鱼人是属于那家族嘛，那家就是水陆都可以生活。但是潮汐也是，潮汐它的原型在这个正规战的战役里面，战役历史里面叫海巨人，就是一种野怪，也可以上路。跟隐次还是在很嗨的打着钱。嗯，哎，撒了一张粉，粉，好跳走，跳到河道这边。哎呀，这个网啊，网还是撒上了，又跳走。放了一个雾，网住了。这个雾其实放的还是很好的，继续跳。哦，这个粉的效果已经消失，又是撒了一下，但是然后还是照到了。这里躲着没有，看来隐次肯定是要死掉。啊，上了大啊，真应该是跑不掉了。对，鱼人过来又是一阵，船长过来，一个大船开上，贴士的大又好了，又扎了一下。啊，小岩终于杀人了。但是 Vlog 是死掉了。Vlog 每次都在鞠躬尽瘁之后就死而后已了。哎，这个 Lina， 那 Lina 是这个 Lina 干坏事啦。啊，潮汐就是过来水了船长一下。那船长说，哦，我可是船长，我不怕。三连。哎，啊，我卡了吗？嗯，我卡了。哎呀，关键时候我总是悲剧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过还是我的悲剧没有阻挡你们莎莉娜的步伐。狗头去哪里了？狗头在中。狗头在瞬间忽悠走了。那家里还有两个血不满的在，血不满的这样子在养养血。这一次大家应该会对这个显影之城用的很多啊。我们知道显影之城的范围是1250，大约呢就是在那个，比如说在下路的河道浮点这一块，不是有两个高地吗？然后不大到这个高地外边缘的这一块，这个圆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感觉可以1250。对，感觉小娜家的那个税范围有多大？对，这个粉的范围差不多就那么大。其实还是很大的。哦，现在精锐反而是把这个优势一点点扳回来了，刚才落后了很多人头的情况下，现在已经是落后两个人头。嗯，我们看猛犸的跳刀已经在手了，上路下路两个大街上，率先是秒掉了 Lina。贴士肯定也是走不了了，一个标记拉回来，标记回来，又是一下点死。哎呦，这一下加了三个人，对，这戳戳的是非常好。我们三个站在一条直线上啊，但这个地狱火还是在追着这个贴士跑。哎，贴怎么站到这儿了？站到这儿会被烧死。哦天哪！他是夹腿还是跑得比较快？但是小岩冲刺了。哎呀，没有冲刺，差一点，刚才冲刺用过了，现在应该在 CD 上面。有没有人来截一下？哦，狗头过来了，可怜 TH 费了半天劲跑那么久。哎呦，我老可有悲剧，但是杀人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是走不了了。哦，猛犸，我们看猛犸跳过来，